开塑胶片，鞍马王者李志凯抽出的第一个幸运儿就是超级千王97号。动资券2.0，面额500元，共200份，分4周各抽出50万份。首周出炉11组幸运号码，其中97号出现在国旅农游券，19号、85号也分别现身易放券、哀元券，就连莫三码453也有跟农游券重复超级幸运。但如果加码券都有登记，后者的就会被系统自动剔除。所以这一次呢，在使用的范围上呢，会设定在做运动或是看比赛方面都可以来做使用。跟以往不同，今年的动资券不能拿来买运动用品，仅针对做运动、看比赛。但加码券没中签的也别沮丧。国旅券没抽中，改跟团玩也有补助。交通部观光局编列11亿国旅团游补助，旅行业者只要办理2天1夜以上的特色团游，每团就能补助20000元，要刺激国旅市场。只是这让业者有点担忧。不要有太多的限制，能够就这个去年度呢，这个林部长呢，他所这个呢所振兴的方案，是只要是实际上的一个出团啊，能够加惠于所有的人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新出炉的补助跟去年比，限制变多，执行面难，业者喊苦，加码券、加码补助，如何在民众、业者间取得平衡，恐怕还有待调整。三立新闻周冠宇、蔡春琪台北报道。